香菇炒肉。里脊肉洗净切薄片，放在碗中，调入生抽半勺，料酒半勺，淀粉半勺，拌匀腌制十分钟。香菇洗净去蒂，切成厚片，青椒去蒂，切小块，姜一块切丝，大蒜两瓣切片。锅中放入适量油，油温烧至七成热，放入肉片，炒至变色后盛出待用。锅中留底油，放入姜丝、蒜片，炒香。放入香菇，炒至出汤汁。放入肉片、青椒，翻炒一分钟。放入盐半勺、鸡精半勺、蚝油半勺，翻炒均匀，即可出锅。